纯铜嘛，刚刚开始。好，我是林嘉和，是人来杂志的编辑。今天康德来问我，他最近翻译我写的一篇文章，里面用到了铺张这个词。那我在文章里面写的是用了舍字旁的铺，那他问我就是跟金字旁的铺有没有分别。我那时候看了文章，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我好像写错字了，因为一般来讲，就我的理解啦，虽然这两个字是异体字，可是我自己平常使用的习惯上面，如果是像店铺的铺，也就是舍字旁这个铺字的破音的时候，我通常就会用舍字旁的字。但是如果碰到的是譬如说像铺张啊，或者是铺排啊、铺平啊这样一个动词的形容的时候，我就会用金字旁的铺。那所以说回到铺张这个字眼，我自己的第一时间反应应该是正确的用法是金字旁的铺，而不是舍字旁的铺。谢谢。